健康就是里面一个好的身体，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。你三高为什么会那个三高耐受度会高？为什么？因为吃的关系嘛。早餐的话就尽量吃蔬果，后来就吃燕麦，口感不错，就是跟我讲说是吃糙米饭一样，那个口感嘛。中餐嘛，在店里面吃就三个菜一个汤，有肉有鱼有青菜，一个汤，就尽量吃清淡的，不要太口味太重，尽量用蒸的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之前也三高胆固醇高嘛，有的体质就会高的话，就比较甜的水果类也不能吃。验血报告你要去看，血压高的人。每年会健检，健检完都希望他们去追踪了。我想大部分人都喜欢，像我们的食物，好的话，大部分所有的人，包括小孩子啊，他们都能够。